吧，我们走吃鸡路线。好不容易活下来了，不容易啊！好不容易活下来了，吃鸡路线不要着急，再搜一会儿。稍安勿躁，小心火烛。刚刚的包里有握把，什么握把？新报开播多久了？几个小时了吧？八点钟。哦、，nice， 谢谢冰凉，谢谢冰凉送的饭卡。吃鸡握把比拇指我觉得好一点。巨响消音对吧？巨响的消音呢？那我们还是拿一把。有车来。我的天！他突然亲我脸上，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看到人了，看不到我。我不知道多少个人对吧？我看到，我进这个房子应该可以打死一个，试一下。3秒钟，没看到人出来，然后我们决定从这边上这栋楼。为什么？这栋楼可以加了他的车。